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没有错，今天我们又要去露营了。什么又要去？你第一次去吧？哎，对，我是第一次，我的人生初体验第一次，赞的啦。不过你有发现，是不是这台车？嗯，没有错，小一台最经典、最有味道的车子。劲风光 ADV 嘛，没有错，就是我的劲风光 ADV。大哥，你要写个单你加不？那我那露营安尼啊？你这样子有机车露营的感觉吗？这叫精简装备，我的一切的装备就是为了我们的野营前哨站而做精简的。第二款，睡袋、帐篷，该有的都有，花诶五十兰，没有燕有少的啊。因为剩下都在我车上啊。好啦，所以，这下背。今天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吃安日常的第一次露营啊，这个嘛，就是作为我们未来野营的前哨站了。对啊，先练习一下野营该要带什么些装备，跟熟悉一下我们的装备。还有这位啊，这个第一次露营嘛，直接就是机车露营。我坐机车啊，都什么办法？我跟你说为什么坐机车吧？我钱全部都跑在股票里面，看它在上面。这段不可以被老吴看到。也没那么难嘛，对不对？这台车才不简单。来，各位，我教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有没有？来，配个米币。这个是台啊。我现在你懂了。什么？什么？我不懂。它少一颗又没差。好啦，所以嘛，对，今天嘛就是我们的野营前哨站啦，希望第一次机车露营不会是最后一次。对，因为我们以后还有更多的野营要挑战的。这次选择的营地就是苗栗通宵的飞牛牧场，作为第一次记录，所以找了个特别近的地方。如果临时发现缺了什么，都可以随时补给。露营太失败，还可以直接回家睡觉。但因为主要是来测试装备，除了生活必备之外，其他就暂时先不考虑，一切遵循懒人露营为最高指导原则。哎，去麦麦当劳才先进哦。这已经足够的代志啊，哪有这先进的？感觉吗？够炸人的哇！大家一定不知道什么叫做苗栗的水往上流。看那边有没有？是那吧？一直有没有微微向上的感觉？有没有？这个是在苗栗的水往上流。这里哈，不止有没有野餐，有没有看风景的地方，也是个火道迷，有没有？火车迷啊，还是什么铁道迷啊？铁道迷啊！对，来这边拍火车的好地方，有没有？在这里吃野餐街，赞，推推啦，推推啦，推推啦，这样，来啊，开始分食啊，这都是安尼啦，我跟你讲啊，懒人露营对不？中岛上你跟你煮食啊，坐你家吃麦当劳敢无好？那你隐居困敢？搏命演出呢，是免安尼啦。他刚才其实有没有？他有可能是有没有？这可以是有个时空门啊，他想要回去听听而已啊。所以想啊，这样一路都要留去天庭就对了。你们等个卡扎贡的呀，我们可以等你啊，哎呀。会想要开始机车露营，主要就是因为去年听说丹大林道的路已经修好，看到许多车友都成功挑战七彩湖，让我们也非常的跃跃欲试。但如果要当天来回的话，肯定没有办法好好欣赏七彩湖的景色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那边野营一晚。但对于我们来说，别说野营，连一般的汽车露营都没有几次，更别说还要骑机车野营，所以就特别安排了这次的首露，作为吃汉日常未来野营的前哨站。今天我看老灰狼出来就是这样，来到龙岩区，到位不是先落装备，是先去放尿。我你卖放，来尿你卖放，你搞大声讲你家你歪放尿了，就要睡到帐篷大号。所以今麦变乱摆，这三位拢稳的嘛，对吧？那样子这一轮你觉得我们在这里还是在这里啊？那边离厕所比较近啊。OK， 有有，这里有近一点。厕所比较远哦。有，我有感觉，我有感觉。厕所表现不是才差几步之遥。你就差几步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没有憋住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看小陈选的位置，他故意选在那个水沟盖旁边，有没有？我觉得他是别有心裁啊。你说帐篷下面再挖一个洞，然后盖水沟盖，不像那么麻烦吗？爬出来比较好。哎呀嘞，今天我当摄影师啊，帐篷就交给你们两个啊。干，交给两个我们对吗？我们是两个没有搭过帐篷的男人呢。掉下去就是万丈深渊了，有没有？干，你们帐篷被没搭到，好像有生命一样，有没有？在，它在不停的蠕动。
也来了呢。大吗？哎，我们在搭帐篷啊。搭帐篷，你会不会？不会。我教你，你躺着就会搭帐篷了。那好，再稳一点。这是你的小桌子吗？没有错，是一只很高的小桌子。那感觉用不太到你知道？为什么用不太到？这有一张桌子，我可以在那里还有一张桌子，我可以在桌子上面架桌子啊。你好聪明哦。对，又没有说不行，我现在叫来架。这个桌子有来头的，这个桌子在台中跑了七八间的那个露营用品店，然后找到一张最便宜的。然后呢，我回家之后想一想，怎么会那么便宜？最后我上了淘宝，然后这张在淘宝上面买，只要200块。要求，老花了，赶快！看心脏魔咒！再轮，赶快撤场！救车！紧！老花！快！这吼，车路都是安尼啊，所以你刚刚有时候开个倒三缸车，有啊，爱个加油者 ，OK， 来。红熊加油！红熊加油！你看我这款呢，等下来摆 pose， 一波等边来走帐篷。你唔知道伊拎几款物件，你敢知影？这个都是假带赛。我在搭帐的时候都没遇过下雨啊，为什么这次又遇到下雨？啊，这个应该好，是因为你也知道吧，全球气候暖化，这样杰森你满意吗？我觉得还好，这心脏魔咒不是跟你说笑的呀？我来讲啊，那今日无落雨，我起你来给你配水哦。真的吗？哎呀，啊不，最后来配啊。行，千万唔通啊！我们要配得跟下雨一样，这样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人嘛，都叫技巧性，不要浪费你的口水，为这看看喷你。刚刚袂歹呢。我跟你讲。我们好，就是大家有没有要互相往来？我现在做一块狗啊，帮你玻璃帐篷带不坏，再搞讲者。重点是你这款狗啊，敢做会出来？会啦，坐你哦。拜托，你那是讲讲者，伊个笑脸的，你有在？哇，出车祸了！这个可以吗？我试试看。师傅，有人来找你取钱了。叶问从佛山老家。哦。阿够吧？救护车。哦，救护车。哦。哦，你看温柔哎，救护车。哎，铁，这下来给老威呢。等一下真的要打119。行，采购。哇！前面那只大金呢？小大金啊！不过这阿伯，你会记无？我们今天不是我们的野营前哨站吗？对。阿伯阿伯，那今天耍废行程。刮毛诶，下雨天啊 ，local 饮料店啊，对吧？好。我们有没有板板大主厨？这个啥你敢知啊？神仙下凡的金牛肉给你吃。啊，请问一下要几分熟？几分熟？我要七分。安尼真好，那个500升的料，那水嘛不爱过啊。这个你煮玉米浓汤的嘛，甲放玉米浓汤里啊。玉米浓汤刚吃到什么过？最焦个就无水尔啊。对啊，对吧？500都无安尼。来了，这我们的慈安市场首入啦，干姐啊。耶、yeah ，水啦！啊，是讲这位爸爸。啊，恁囝嘞？那是林宝诶，你也好意思讲阿林宝嘞？我跟我们这样比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这就是一个单身之旅的规格就对了啊。假单身之旅啊，他们水口水不得等啊。我们两个是真单身，三个。哦，
他今晚也单身，可惜我老婆在，要不然我就弄他了。不会打扰你们的。我相信你老婆也不打扰你的。我跟温天一点差不多的。对的。哦，今天你有没有爽了一天？有没有？哦，好像又吃了这么多，真的是很野营啊。很野营啊！看，你看公安那很野营啊！看，啊，这阿伯，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的记录啊！你刚刚在看，没坏啊。我觉得测试完我的装备之后，我觉得也没什么难度啊，对不对？一开始我的动作记录好像会很困难，结果好像一点困难的感觉都没有。你看边啊这等看你妈讲你吃爆米花，咋的呢？咋的没吃爆米花？早上就要吃爆米花，不然干嘛？我突然不知道怎么反驳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下一趟野营没什么问题了啦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啦。难不准你们的 level 跳太多了吗？你们不是应该先从自己准备食材、自己料理开始做吗？你们确定你们野营地方一定有存在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去野的时候，我们还要自己去抓虾、抓鱼，还要去打山猪吗？本来就是啊。哎呀，你知道我们去野营的时候，对，我们自己都会自备熊掌吗？我现在找黑熊。黑熊的作用是什么呢？你就带他去，好，然后就要去找觅食。然后如果说他找不到的话，好，我们开始饿肚子，先剁他一只熊掌。再过几天再找不到，再剁另外一只。他总共有四只 ，OK 啊。OK 啊。哦，这下呗。所以啊，我觉得我们这次来的这个废牛牧场，你觉得如何？我觉得基本上还是给推推。厕所少了点，就这样。飞牛牧场的露营区占地大约10公顷，预定后必须要当天才能划位，但由于大部分的人都是夜虫，一早来划位时草皮区早就已经被抢光。飞牛牧场作为一个老牌露营区，预测空间却不同想象中的老旧，虽然营位不算大，但设备齐全，每个营位上还附有一张石桌以及烤炉，车子也可以直接停在营地旁边，以机车露营来说算是相当方便友善。至于缺点，大概就是订不到草皮区，只能扎营在泥土地上，还有厕所对于老人家来说也稍微远了点。翻翻加油，翻翻加油，翻！呀，大家看麦啦，这次就是我们记录的装备啦。就是应该是啥？睡垫，睡垫，椅子，椅子，天幕，天幕，阿萨布鲁，跳。然后接下来来看一下翻翻加。来来来。神仙的盖小野，你是要哪办的？帐篷啊，炊具啊，衣啊，刀啊，衣啊，你也衣啊，跟我衣啊。所以嘛，对，你看啊，就是这个差别有没有？别人拢在干呢，这苦啊人，这是够无水准的啦。你看，我来讲，帐篷嘛，扔掉，这是睡袋嘛，扔掉，然后里面是睡垫，跟我的苦啊，没了。给你的椅子在那边了，对，椅子在那边，餐具也在这边了，我都在这边了，对，但是我要强调，我椅子没有拆开来坐，所以啊，其实我觉得几乎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最困难的吧，永远都是这样的。就是还要卡多大，只要少带这种门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几率其实是很好玩的啦。原本就很好玩，好不好？跟我没关系，好不好？OK， 这个叫分工合作 ，OK， 没错，没错。所以嘛，对，分工合作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当你骑挡车嘛，对不对？记得找一个骑速交车的伙伴给你骑出来，最好是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不止速交车吧？这还有个后架哎。这跟速交车没有关，它也是速交车啊，它只有这样子而已啊。哦，我懂了，那其实是跟人品有关系而已。错了，你再 take 回来一下。其实是重点是，你如果要记录好，最好是有一个 Uber E 的好朋友。拜拜。有一个 Uber E 的后架，这个后架对不对？它是专门载 Uber E 跟 Foodpanda。跟你说，现在你要订机车后架，每一款机车都有去找，超好找，因为现在 Uber E 跟 Foodpanda 泛滥了。你回去找看 GSR 有没有啊？哦，那他意思是什么的？再转过去好了。他可能是录音到一半，就是他开始接单的。所以各位观众，机车露营真的不错玩的，我觉得应该还会有下次啊。因为我们这次讲的不是说野营的前哨站吗？所以以后我们应该也会来这个野营。所以啊，机车露营真的推推啦，赞的啦，对啦，汽车露的对不？习惯今嘛过你耶，你咩倒山干不？有啊，啊无咱过个倒山干者。来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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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
哎、欸、嘿好，出发之前啊，还是先喝个五十兰再出发比较实在啊。哎、欸，这时候才喝五十兰，搭配这个这么好的风景，哪边找？还是用规矩哦，咱这都赢好吧，够免钱诶。哎呀，这都会使啊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是在地青农有没有？哎呀，听起来不错嘞。今天这个还叫青年吗？我跟你说，我是第一次来节目，对不对？我是第一次在这种阳光下，嗯，看到他的头，我想说他头这么亮，是真的我。刚刚来的时候我吓一跳，我还跟那个板板说，我说我看过那个透过荧幕，荧幕没有办法呈现他那个头的效果，所以我跟你说，有就一定要看现场的。那我跟你说，那个我们的频道嘛，对，讲求就真实。那个太阳拳嘛，对不对？是真的有在打。他以前在用 GoPro 拍的时候，那个、真的是亮度太高，他的 GoPro 没办法收光，这边都会白掉，你知道吗？那重点来了，那你还不遮住眼睛？现在好像还没那么大。你要不要先呼吁一下厂商？你究竟什么时候有什么刮胡刀来找你业配？哎，对呀、啊，到底有没有想到有没有有那个刮胡刀厂商要找我业配的，对不对？用刮胡刀啊，剃头皮，帅。欧拉，欧拉是什么？欧拉是谁？你为什么要把脸拉这样？欧拉，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？我带你去找好不好？来来，上面叫欧拉，来。是啊，欧拉好。嗯，欧拉。欧拉，我跟你说，你绝对会被抓去关。